别急右上角的关注，每日获取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。百香果又称西番莲，因香味具百果之气而取此名。掰开它可闻到芒果、菠萝、香蕉等多种水果的味道。百香果含132种芳香物，从南美风行至亚洲，被称为果汁之王。它含有17种氨基酸，富含类萝卜素和维生素，还含丰富的钙、磷、铁等微量元素，养生价值极高。百香果可增强免疫力，排毒养颜，消炎止痛，补肾降压，醒酒解乏等多种用途。除了吃果肉外，还可加水、蜂蜜，做出纯天然的果汁。八大功效吃多少？一、保健，可排毒养颜，清热解毒，抗衰老，助消化；二、消炎，可有效防治痔疮、胃病、牙周炎、嘴刺、咽喉炎，长期吃它还能防治肠胃炎、青春痘；三、增强免疫力，百香果富含蛋白质、高纤维、维生素等超过100种有益健康的物质，香味是所有水果无可比拟的，还能增强免疫力。四、排毒养颜，百香果排毒的功能有助于美容养颜，百香果可净化身体，改善皮肤弹性。五、降血压，百香果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可降脂降压，是高血压患者理想的水果选择。六、治失眠，百香果含天然的镇定剂，可使神经放松，帮助人体进入深睡眠状态。七、减少癌症发病率，百香果富含多种对人体健康有益的成分，可防止有害物在身体内堆积。八、提神醒酒，把百香果的果肉、剥皮的香蕉、牛奶一起倒入搅拌机打成汁喝，可醒酒，很快就能见效。百香果怎么吃？一、直接吃，用刀子切开它，刮下肉和籽，放入白糖或蜂蜜拌匀，然后直接吃下，咬它那个籽很脆弱。二、打开果子，刮下果肉和籽，和冰块、适量蜂蜜、适量水一起放入榨汁机榨榨榨，倒出享用。三、刮下果肉盒子，和冰块、适量蜂蜜一起放入榨汁机，榨出来后淋在冰激凌上面，和冰激凌一起享用。四、泡茶，将果子一分为二，放入杯子，再放入冰糖，用沸水泡六分钟。五、高汤提味，将整个果子洗净后放入高汤，可以将汤的腥味提出，令高汤口感更佳。六、直接鲜食，取成熟的百香果，洗净切开，直接拾起果汁，也可放些糖，用汤匙搅拌后食用，种子香脆可食，营养丰富，似葵瓜子。七、制作果汁，取一个百香果，切开挖取中间果汁含种子，放入杯中，加200毫升水，加适量白糖浆调整甜度，搅拌即可的一杯色香味营养俱佳的果汁。果可以有惊人保健功效，百香果壳除了用于提取果胶、医疗成分和加工饲料外，也可用于泡酒或泡茶以及烹饪菜肴。百香果壳泡水喝，可清除体内自由基，避免有害物质沉积，进而可达到改善皮肤、美容养颜的作用。百香果壳水还对咽喉炎、牙周炎、嘴刺、胃病、痔疮等病症的康复有很好的促进作用。别急右上角的关注，每日获取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